那活动上，导演兼主演李晨携赵达、李晨浩一同亮相。此次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新片，导演李晨现场还做起了飞行专家，指导北航航模社团的同学，完美呈现了电影《空天猎》中的精彩镜头。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动作，做一个红滚。做好了，这个可以吗？正常用造型不行。我觉得就是要从一些航校开始我们的这个宣传。为什么？因为其实本身这个片子也是一个有很浓厚的这种学生情节的一部电影。电影《空天猎》中的空中对决令人血脉喷张，为国家利益而战的铁血豪情令在场的莘莘学子热血沸腾，大呼过瘾，非常的震撼。空战的那场面吧，感觉很震撼。自己也是学飞行的，然后看到其中有一个场面，就是无敌驾驶的飞机一个低空的高速通场之后，整个场面的带着一个震撼感。而对于导演李晨来说，除了给观众献上震撼的视觉效果，他还希望能够给影迷带来一些电影背后的思考。有很多小的地方是我做了一些设计的，包括像这个上课的这个房间里面的背后写的"不忘初心，岁月静好"，其实是有人替我们誓死捍卫。如果不能为了人民而战，那还能为了谁？